个买间 dream house 就好难了，不过有间用花草砌成的幸福之家就好欢迎你看哦。哪间幸福之家？咪就是讲紧九龙城那间咯。一入去幸福之家就见到呢间咁有日式风格嘅木屋，系咪好靓先？呢啲石仔、白色嘅沙同石组嘅设计，好有日式嘅极简自然美啊！睇得幸福之家，梗系要上埋花先算圆满啦。一提起富士樱，大家是不是即刻想起日本呢？樱花在日本人心中举足轻重，他们除了会赏樱之外，还会以樱花入斩。樱花的花瓣和叶都可以吃，有不少樱花点心都很经典的，例如樱花麻薯、樱花红豆面包等等。大家看完幸福之家，是不是都还觉得差点东西呢？不如拿部手机出来看看网上花展，一次过看完其他花圃，再玩互动游戏和自拍，那够满足了吧。